家，孤单耿耿，再不是钱，再不是钱。杨小夏，来个背呀！哎呦，是夏夏娘差了。那院子呢？我可以了。阿乐也好像意外了，是无心报告你的代志。我总是会当体会大嫂的心情啊！天明哥在，我爱的人伤我最深，而且更不是夜的节奏，这个节打不灭。哎呦，事实就已经摆在眼前啊！那我甲少峰两个人，男未婚，男未嫁，我们创啥？你甲阮管，而且唔，即卖唔是拢在提倡多元成家。也唔过，拄下柜台讲，订这个房间的人是叶小夏呢。小夏姐哦，因为知我甲少峰的代志了啊。因为着要先转换，所以开钱哦开房间，让我甲少峰两人会当。啊，你莫讲问啊，我歹势讲。啊，无可能，无可能啊！今麦甲表哥做最伙的人，应该是小夏姐啊。是安怎？你有法度确定今麦边啊倒的人应该是小夏？是讲你有法度未破先知，还是讲？这一切都是你设计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恁大家哦，卖来阮金边看啦，那呢，阮这对哦可爱小情侣会拍摄，门就伫遐恁拄只龙礼拜迄个所在，恁紧出去啦，哈哈，啊对，拄只甲门弄歹迄个人。哎，给老来陪哦。妈，阿奶婆，你甲周彩萍先等啦，阿门个代志我来处理。哦，好啦，阿彩萍，今年是一场误会，咱就卖第一只，共交了着啊，行。虽然讲无敌已经甲威廉哥哥解释过啊，讲是为着要救少峰甲叶小夏，再甲伊改造情侣都贴名声顶。也毋过，亲像我这种急速的美女，拢已经诱拐少峰这么久啊。伊若是性向正常，是安怎还阁一点仔行动都拢无？性侵，出狱后转性。刚刚少峰是去有叶小夏陷害坐到了后，真正在内底拄到什么不好的代志，所以都转性啊。还是讲，伊是亲像威力哥哥同款，是拄到超人哥哥安内进来了后，才熊熊转性的。没啊，少峰的进来应该是我才对。喂，事务处你好，喂。哎，林凤英大小姐，你今仔是专工来公司罢工，啊，耍手机啊，是嘛？啊，各部门一直打电话给你，拢无爱接，你好一个人走来走去，卡要回去啊，你知影无？小峰，你回来拄啊好，我有足重要代志要问你。无啦，我无时间陪你开讲啦，我要上班啦。啊，你等你啦，小峰，我问你哦，你对无敌这个人感觉安怎？无敌？
能袂歹啊。看起来你对伊的印象就好诶，哈。那安尼，你迄天两个人都伫眠床顶，应该无真正安怎？拢是伫演戏对无？什么真诶假安怎啦？啊，都伫眠床顶就做伙困尔。你伫遐困过啊？卖闹啊，好无啦？拜托你啊！我伊刚伫眠床顶，死死昏昏去，我是会当创啥？就刚来当困啊，睡觉 ，sleep， 你听有无？你卖闹好，我头壳内底底一挂话无会歹物啊！就好耶，小峰，你莫担心。啊，那安尼，我就会当安心跟你交往啊，唔免亲像大嫂安尼。以后都爱三人行，而且哦，亲弟佫是一个查甫的。啊，小峰。好了，现在办公室，哪里？别喊弄啦，这是狗不理部门，莫人会来啦。啊，不过听你安尼提起我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吴迪这个人袂歹，有正义感，佫是一个小富翁，而且不要佫一个真稳的靠山洪志勇，算算的是一个真好的对象。小峰，袂用啦，你敢袂对吴迪有感觉啊？这种代志真歹讲嘛，我以前哦确实是对查甫无甚物兴趣啦。不过我相信感情这种代志哦，是咱培养的。而且哦，爱情就是哦，天雷勾动地火，敢不是？有人讲会准的。小峰，你的手，明的，我袂当有这种代志发生。我要去找吴迪单挑，叫伊以后爱你，你好好的。莫啦，不，我刚生小。这大小姐真的是够古锥的，我讲啥你就信啥。